抢先带你来关心新闻焦点。清明五天连假，返乡车潮傍晚陆续涌现。高工局表示，今年车潮将挑战过年高峰。行政院长赖清德一席台独工作者言论，遭中共官媒扬言列入通缉名单。对此，赖清德不畏惧中共恫吓，重申政治主张。清明连假空气品质不佳，连假前两天西半部将达到橘色警戒。中共宣布将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，不过商务部却坦承拿美国大豆开刀是伤敌1000自损800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台晚间8点新闻。